都是他。他应该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吧？分手之后仍然对你念念不忘。啊，可能他无法逾越我们婚姻这道障碍，怕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，所以采取了这么隐晦的一种交流方式，向我表达他的思念之情。还真是，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，还是那么周到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喜欢搞些数字和文字游戏。他一直都没变，可是我却淡忘和疏忽了这些美好的记忆。我可以问一问你们的故事吗？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初恋的故事，你想听吗？嗯，好吧，走，边走边说。好。当时我在读大一，严默是在隔着我们大学两条街的大学里读书。他长得又高又帅，他的画得过全国奖，他是学校里篮球队的明星，所以理所当然的成了周边各大学女生们倾慕的对象。对于当时情窦初开的我来说，他就是一种偶像的存在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会选择了我这样一个丑小鸭似的小女孩。那个时候，只要和他牵着手，我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。他喜欢给我意外和惊喜，每次我们的约会都要经过一番周折。他会用数学题来约我们的时间和地点，我每次解题的时候，心里的小鹿都会跳个不停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他又用数学题约了我。那天，我始终没有等到严默，他从来不会迟到的，我就一直傻傻地等在那里，我哭着对着榕树唱了生日歌，唱累了，哭累了，就睡着了。我却不知道，他为了给我买一个冰淇淋，却付出了一生的幸福。从那以后，严默变了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笑容。我知道他还接受不了现实，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，接受不了这样和我在一起的自己。而我只想陪在他的身边，期盼着见到他那我原本熟悉的笑容。
我知道，严默是故意避开不见我的。他想要从我的世界中消失，他做到了。不仅是因为他的倔强性格和对我的爱，还因为我那自私渺小的心里，还没有说过一声再见，就再也没有相见了。打那以后，我偶尔也会回到小桥，回忆那些个美好的时光，幻想着一个安然无恙的严默，举着冰淇淋，骑着自行车向我走来。小雪，你说话呀，怎么了？不是案子都结束了吗？怎么还哭成这样？你别吓我们呢，谁欺负你呢？回来喽。陈涛，怎么总是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欺负小雪？我没有啊，再说了，平时都是你们欺负我，我这回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说的是实话，我看得出来。快道歉。被冤枉的还要道歉啊？嗯，雪儿，怎么哭成这样呢？别哭了啊，别哭。这个是万老板给的50000块钱，晚上咱们吃好吃的啊。50000块，你给好多钱啊！别哭了，我再也不哭了，我就在家好好做饭。为什么叫上我？这不就见外了吗？虽然咱们两组是竞争对手，但毕竟是一个公司的。刘总监请您不去不合适吧？
雨洁她去吗？她跟刘总现在正如胶似漆呢，怎能不去呢？你们两个大美女去啊，正好也是个伴儿。听刘总说，你们关系特别的好。转告刘凯，我会去的。大家好，我叫胡佳。我叫胡豪。胡佳，胡豪。嗯，那个小雨，还放点辣椒啊。好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陈涛，去把帐篷给我们支上，快点。不是我去。哎，您好，美女你好，我叫陈涛，我叫陈涛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刘凯，你接男朋友啊、我叫陈涛啊，我叫陈涛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大家都饿了吧？来，快吃。啊，好，哎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哎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累死我了。陈涛，叫你去支帐篷，你跑去跟美女打招呼，把我们的帐篷支起来，然后再回来吃东西。孙小美，这两天你能不能不像以前那样支持我？你让我放松两天。哎，我们老大特意表扬我劳苦功高，而且我升职了，现在在单位里除了我们老大，我是一把手，我再也不用看小高的脸色，现在得他看我的脸色，而且。特批了我三天假，你就不能让我？陈涛，改点脸行吗？中秋节大家都放假。咱们今天既然遇见了，也算是一种缘分，是吧？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刘凯。他设计的珠宝啊，获得了大奖，我们祝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嗯、来、嗯，多谢多谢，来恭喜。来，恭喜！我们最近的关系好复杂。小美，是你的汽车。啊，好烫啊！嗯，我的鱼。吃我的吧，我不吃鱼。真的？谢谢啊。你那个帐篷有点小吧，要不今天晚上跟我挤挤吧。好啊好啊。那个我提议把那个谁那个谁跟我喝，我还是去铺睡袋吧。变态，确实变态。你们这俩人啊，
荒郊野地的非得在这儿，你说这是有帐篷不去，这荒郊野地多少蚊子？你说，你不会说我的吧？跟踪变态偷窥狂。哎，不是，哎。宛如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要休息了，请你自重。我怎么不自重了？不是你想，他不是你想的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喝多了？没事没事。来来来来，我扶我扶我。哎，啊，那我来来来，快进帐篷。那个夏雪，你没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是，没事。不是我，我撒个尿我还成流氓了我。你是拿这张图参加比赛的吗？我，这。你知道这是别人专门为我设计的项链方案吗？你怎么可以拿它去参加比赛呢？那又怎么样啊？我又没百分百的照抄，我只不过是拿过来吸取下灵感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要问你呢，我现在是你男朋友，为什么你的前任要给你设计项链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和他早就分开了。这是人家为我设计的项链，是人家礼片心意。是直接发到我手机上的，毕竟这是我生命里的一段回忆。哎，怎么就剩你们俩了？我们家孙小美呢？啊，回帐篷睡觉了吧？嘘，什么事？谁呀？嗨，小情侣吵架很正常。对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辈子一定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伤心。你是没谈过恋爱吧？这我没谈过恋爱，我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但是我对这件事是有发言权的。假设说雨洁如果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绝对不让她。打住！怎么着？你想横刀夺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刘凯这人对情敌那绝对是穷凶极恶的。行了，甭扯了。大半夜的，咱们三个大老爷们这儿谈什么爱情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就是，来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那个，来来来，走一个。我和他早就没有联系了，早就没联系了，那你还留着他给你的项链设计图，还是对他念念不忘啊？你心眼怎么这么小？你连一张图片你都容不下。嘿，对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爱吃醋。你去问问狐假虎豪，从小到大让我吃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下场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你就应该站到我这边。最讨厌你这样维护的，还对他念念不忘。我是喜欢你，想要和你在一起，但是这跟你道歉方案根本就是两回事儿。还有，不要再拿我和他的藕断丝连来强词夺理了，这真让我看不起你。看不起我？因为他你瞧不起我？告诉他是谁，我弄死他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，还要找别人去算账，太让我失望了。